我只去在乎属于我的人和属于我的事件。没有办法了。他只不懂得感恩，不要说他过去了，对，不要说这些过去的事了。累呀，心累呀，心累呀，你们也心累，我也心累呀。耳没对人，珍惜眼前，对，珍惜眼前吧。我也心累啊，家人们，说实话。各有各的好吧，我觉得，每两个人之间是不能比的。粉丝们喜欢拿他们去比较，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各有各的优点，各有各的缺点，没有十全十美的，可能这个人有的那个人没有，那个人有的这个人没有，都是这样子的。二妹回家了，二妹回家了吗？还没有回家哦，还在我们这边。但是他住在那个小洛他们那儿，住在那个公寓公寓的宿舍，给他安排好了的，安排好了的，大家放心啊。对，我们有个员工陪着他呢，各有各的好吧，只能这么说，我不会去评价，我不会去评价一个人。我不会去评价这个好那个不好，那个好这个不好的，我不会去评价这种我只觉得各有各的好，各有各的缺点，各有各的优点，一个人有的一个人没有，都是这样子的。包括是这个世界，有些人比我长得帅，但是没有我有实力；有些人比我有实力，但是没有我帅。都是这样子的，人嘛，人嘛，对，很有前途。二妹年轻漂亮，对，所以各有各的那个嘛。我去办什么？对啊，我在这个世界上，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的，有比我好的，也有比我差的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敢说我是最好的，我也不敢说我是最差的，肯定也有比我好的，肯定也有比我……二妹太怕了，还是个丫头。二妹这种身材是微胖型的吧，也不是很胖，但是她再瘦一点的话，肯定也会很上镜啊。他这种是微胖型的嘛，还紫漂亮多了。再不下手，就像阿紫一样飞了，是吗？二妹身材好，咱们不要比较了，好吧？不要比较了，说点别的吧，好吧？说点别的，我们都是有素质的。人品好的，不要去评价别人，好吧？直播间家人们都是有文化、有素质，都是见过世面的家人。我希望大家就不要去评价这个好那个好的，咱们就看结果吧，好吧？只要嫁给我了，只要是我的媳妇儿都好，不嫁给我，不是我的媳妇的话。不是你们的儿媳妇的话，她长得再漂亮，
也没用，是吧？你们说。所以呢，咱们等待看结果就可以了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是你们的儿媳妇，那她就是最漂亮的，她就是最好的，好吧？能成为我的媳妇，那就是最好的。如果成不了我的媳妇，她是跟梅西一样漂亮，哦，世界上最好的人也跟我们没有关系。说难听一点，就是这样子的。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这个世界这么大，人这么多，好的人多的去了，那再好有什么用吗？对吧？再好又不是我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对不对？那成为我的老婆了，成为我的人了，那她不好也得好，对吧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你们觉得阿伟说的对不对？直播间700多个人，阿伟说的对不对？觉得阿伟说的对的，扣个一，好吧？如果觉得阿伟说的对的，扣个一，好吧？长长的头发，黑黑的眼睛，好想在什么地方见过你。对，你们觉得我说的有道理，有我说的对的，扣个一，对吧？淡淡的格桑花变得好美丽，让我摘一朵奇树说给你，亲爱的姑娘，我爱你，让我走进你的世界，和你在一起，亲爱的姑娘，我爱你，生生世世为你付出一切，我已愿意。阿伟，你自己喜欢就行，一定要保护好二妹，放心吧，家人们。我爱二妹吗？现在还没有走到那个爱的地步啊，现在喜欢是你们从我眼神中。就能看得出来我喜不喜欢二妹，对吧？那么爱的话，应该结了婚在一起了才叫爱吧，对吧？一般都是这样子的。我只有喜欢过别人，没有爱过别人，因为我还没有老婆。等我结了婚，就可以爱她了。长长的头发。黑黑的眼睛，好想在什么地方见过你。长长的头发，黑黑的眼睛，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你，对吧？唱的好听吧？阿伟阳光，你们觉得阿伟可爱阳光吗？你们觉得阿伟帅气吗？你们觉得阿伟可爱吗？
我觉得不着急吧，这个税这个事儿，要慢慢来嘛。首先，我们要一步一步的来，知道吧？一步一步的来，不要着急。感情这个东西，着急了就不是爱情了，知道吧？爱情是需要时间的，需要慢慢的来，需要时间的。对吧？我们两个才认识1个月左右，对吧？要追一个女朋友，要起码要2到3个月左右才能睡在一起呢，不能这么早就睡一起，是吧，家人们？这也就不是爱情了。感情需要经历一些坎坎坷坷的，对吧？那很多东西要有那个感情了，睡在一起才有感情的嘛。没有那个，还没有到那个感情的时候，就睡在一起了的话，就没有意思了嘛，是吧？最终，对吧？那前面各方面都觉得 OK，nice，没问题了，再去成交，是吧？对不对，家人们？一般像我们这边的话，一般结婚了才会睡一起，是吧？一般结婚的时候才能投房嘛。选老婆一定要选好的，对的，这是一辈子啊。这老婆这个东西是一辈子的，所以要选好一点的。不好的，到时候会给你带来很多麻烦的，你会很累的，知道吧？不然喜欢我的那些富婆也多得很，说给我买车买房，干嘛的？买玛莎拉蒂、买保时捷什么的多得很，但是我觉得感情这个东西还是你要自己找一个喜欢的人嘛。钱可以慢慢挣嘛，对吧？钱可以自己慢慢挣，但是这个感情是需要那个什么，要有感觉嘛，对吧？我酿的酒，喝不醉我自己。所以这个感情这个东西，时间通过时间去慢慢了解，慢慢磨合，知道吧？不要着急，不要着急，不要心急，吃不了热豆腐，知道吧？不然你看今天你们也看到了，如果我亲一下二妹的话，二妹也没有拒绝的意思哈，但是我选择了没有亲，因为我觉得亲了就要负责任才行啊，知道吧？对，有些东西先了解，先慢慢的，不着急啊。如果我像那种有点冲动的那种男人的话，也可以冲动了，知道吧？但是我喜欢慢慢来，我喜欢就是很多东西要抓硬一点，对吧？而且我自己也有点紧张，知道吧？不然像别的男人那种坏男人的话，早就跟二妹气上了，知道吗？但是我试探过他，但是我最终还是忍下来了，最终还是忍住了，知道吗？因为我不想做冲动的事情，我想什么都递好了，什么都确定了，再那个，知道吗？我没看好二妹，没事，家人们。二妹也会努力的，知道吧？二妹也会加油的。现在你们不了解二妹，然后不怎么喜欢二妹，但是二妹会变成你们喜欢的样子的，她也会努力加油，她也会变得越来越好的。我相信她，知道吧？我相信她，因为她的性格比较直，她不会去演那些虚情假意的，
事情，他心里想什么有什么就说什么那种，年龄也比较小，你们看得出来应该，哦，聪明的人，直播间聪明的人，他们应该看得出来，二妹的性格是什么样的，哦，大家应该都看得出来，二妹她不会去演戏，不会去就是虚情假意的说一些话，知道吧？哎，叔叔阿姨们好，他不会说这种温柔可爱，然后就讨粉丝们喜欢，他不会说那些好听的话，他不会说的，他的性格就这样子，知道吧？我都跟他提醒过好多次，我说你珍重，就是有时候生气了，那些黑粉说的，你不要去听，不要去反驳那些黑粉。但是他性格就那样，他看到了，他就去会去说，知道吧？我都在提醒过他两三次，我说那些黑粉骂你，说你什么的，你不要去反驳，也不要去诋毁那些人，知道吧？你就不当做没有看到，你就当做没有看到，就当等他过了，因为一个网红，对吧？一个千万直播间的人气，对吧？那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黑粉，不喜欢的黑粉，对吧？因为我们又不是人民币，对吧？做不到每个人都喜欢我们，所以不要去反驳那些人，对吧？但是他看到了，他就会去说。但是这个呢，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吧，对吧？正常反应，正常反应。有时候做一个主播也是。不是那么简单的，知道吧？还是要有一定的心理的底气，才能做得到的，知道吧？因为有不同的人，有什么样的人都会有的。直播间来自五湖四海，来自不同的城市，哦，大人小人，对吧？说不定再说我们骂我们的那些人，我们都不知道他是个50岁的，还是60岁的，还是10多岁的，还是一个小孩子，我们都真的不知道，知道吧？那你去莫名其妙跟这些人生气，不值得的吗？对吧？影响我们的心情，不好。我们做一个主播的话，时时刻刻要保持心态，调整好心态，要保持开心，开心才是我们最想要的，对吧？那跟一个那种不认识的，然后都不知道他长得什么样的，对吧？去跟他生气，这样子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。这也不好的，是不是嘛？